这个函数哈、哦，这个函数呢、哦、特别注意，它就是说将多余的空格删除哈、哦，并计算于这个结果下方储存格中。那这边的话，假设中华民国你要把多余的空白哈、哦，把它去除掉，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全部里面有个 T 哈、哦，或者 TR 往下找 TRIM 哈、哦。那这个地方它会告诉你说，这一个函数的使用方式是删除文字字串中多余的哈、哦、空格，哦，然后呢，但是后面呢，字与字之间保留单一空白将不会被删除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地方哦，按确定之后，这个说明看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中华民国。那也许你的期待是怎么样？你按确定之后，希望把中间的空白通通删除，对不对？按确定，可它会变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函数哈、哦。是在英语环境里面是适用的，或者英语环境里面一个单字跟一个单字中间一定要空白嘛？可是中文字一个字跟一个字中间要不要空白呢？不要、啊，所以在这里就会产生说底下这几个都没关系，往下填满。I love you， 好吗？这个多余的就去除了，这正确。Sony 的部分的话，它也会留一个空白啊。如果一个空白，它不会删除。那问题就来了哈，好像应该这样就不算正确哈。HiNet， 它这个地方 HiNet 它会把它去除啊，这个地方远传电信啊，这个地方它会把，如果有两个，它会删除掉一个，好，删掉。那这样的结果哈，如果用在中文的部分呢，就会产生问题。所以顺便哈，教各位另外一个函数。啊，这个也是变通了哈、哦。你要知道说有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，就是函数。你如果说你要找，假如说我今天要删除什么呢？只要是空白，就帮我把它删除，或者是某一个储存格里面，只要是某个字，我要取代成某一个字的话，用取代，哦，那这个里面就有个函数哈、哦，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呢，其实你可以找一下，在文字这边有一个文字哦。文字里面呢，往下找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罕用的，但是就非常好用的一个函数，叫做什么呢 ？substitute 这个函数呢、哦，很少用到，但是呢，却非常的好用、哦、很多书里面几乎都没有介绍到，但是呢、哦，为什么会用呢？反正你只要找嘛，这个也是后来，哎，我找，哎，有这个函数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试了就发现非常的好用哈、哦，比如说我今天呢。希望怎么样呢？从字串中部分的字串哦，以新字串取代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如果要把空白的部分呢，把它去除掉的话，那我用什么呢？用取代的时候呢，用取代空白，取代成什么呢？取代成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的话呢，就是把它删除的意思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怎么去使用呢？哈，按确定之后。那同样呢，它会有四个参数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不过呢，哈，最后一个参数是选择性，可以不要没关系。那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在文字的部分呢点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啊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 old test 就是说我要被取代的是什么样的字串。那这边的话特别注意，你可以在这里按一个空白，我要把空白怎么样呢？取代成没有。你会发现你按空白之后，它会在前后帮你加上什么呢？双引号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取代成没有的时候，特别注意在这里哦，你不能够让它空白，你必须哦要给它一个什么呢？空字串。那空字串呢，在 Excel 里面有个特殊用法，就是打两个双引号，这样子就表示什么呢？两个双引号呢，中间没有任何东西，就表示我要删除里面的东西的意思啊、哦。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用法。那第三个格子哦，可以把它怎么样省略没关系，暂时不要理会它。一、二、三，哦，中间这个就是一个空白，或者是你打双引号空白双引号，这样确定啊、哦。好，确定之后的话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，对吧？中华民国就空白部分呢就会被删除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 substitute 哈、哦、这个函数呢非常的好用。但是如果你用在英文的环境下的话呢，就
就不适用，为什么？它会把空白都去掉啊、哦。那其他的话，像远程电信的话，这个地方也会把它删掉了。所以，只要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你的储存格里面的东西啊、哦，像空白删除，或者其他符号也删除的话，就可以用 substitute 来做啊、哦。这个函数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啊、哦，或者是取代成别的也可以啊、哦，取代。这个地方也可以，这个取代成这个也是可以用哈、哦。在这里的话呢，你们可以试试看啊、哦，这个部分 substitute 哈、哦。那后面呢，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啊、早上的时间哈、哦，原则上大概把这个文字函数啊、哦、讲解完毕。那下午的话哈、哦，有一个综合练习，顺便带一下好了。你们如果等一下有时间哈、哦，想要多动动脑筋的话哈、哦，你就思考看看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格式要是09。多少 dash， 然后呢，再一个门号区码，再一个什么呢？门号末码，哦，那你会想说，那就是加09加这个，哦，09，这个加09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然后11，后面一个 dash， 再848，再一个 dash， 752，哎，其实好像不算太难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后面问题来了，如果像底下有没有，它只有两个字。那规则里面呢，要帮我们加零，加零。那如果一个字的话呢，就要加两个零，零零几。那最后串起来的话呢，要是像这样格式的一个电话号码，哦，你要怎么去做才会完全正确？才会完全。那这里有个提示说，要用 AND 串接符号和 REPT 和 LEN， 啊、哦、LEN。为什么 LEN 就要判断说，如果它这个是三个字的话，那就不要加零；如果呢这个是两个字的话呢，就加一个零；如果这个是只有一个字，就加两个零；如果里面完全没有的话，就加三个零。哦，那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？最后呢，就要把手机号码哈、哦、自动产生出来。那如果你不懂的话，以前怎么办呢？除法炼钢，慢慢 key 吧。看到就 k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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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在，但是呢，那种方法一定是很笨的，尤其像这边里面的资料哈、哦，非常的多啊。你看这边，光你全部 key 完哦，你一整天的时间光 key 这些就 key 完了。但是你如果会做的话呢，做出一个公式之后呢，点两下，你的工作就结束了。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效率就差了太多太多了哈、哦。所以这里我想你们先试看看。先把刚刚我提到那个 substitute 的函数哈、哦、用看哈、哦，然后有时间下午我们再来看这一题哈、哦，好吧，画面呢还给各位。